假如男朋友和男神同时掉水里，你先救谁？双鱼座。男朋友可以再找，男神只有一个，所以我选择先救男神。白羊座。当然是救男神了，说不定男神因此会感激我，决定以身相许呢。狮子座。两个大男人还需要我一个女生去救吗？我一个都不救，我太难了。天秤座。男朋友对我不错，但是男神长得帅啊，到底救哪个好呢？你再不快点决定，我们两个都活不成了。哎呦我的妈。射手座。无所谓，反正我又不会游泳，还不如点下面或评论区链接耍会儿游戏，升级还能领奖励。这是高手，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